你好，我是董正龙，非常感谢你呢，有报名呢我的线上演讲。那呢，这里呀，最后几件事情呢做提醒。那通常呢，我的线上演讲呢，会系统会设定呢，基本上在举办前的前一天或者是当天，至少当天呢，会寄一封信给你。然后呢，还有演讲前的15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，你可能会收到一封信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收到最后通知的那一封信呢，你就用呢直接先登录。OK，那原则上呢，我们都是用 Google Hangout 来办线上演讲，因为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呢是没有容量上限。OK，但是呢，每一次的重播时间都是有限的。OK，所以呢，最后感谢你呢，报名。我呢，日后也会呢，就是呢，再举办一系列更多更不错的线上演讲与你分享。OK，拜拜。